于2018年前后实施方式，将开展月球地对封面探测与研究，并将与嫦娥七号等共同组成月球飞行器基本群。国家航天局还宣布，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将面向国际开放申请。中国工业和技术发展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各部门进行联合印发《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发展情况计划（2023至2025年）》。